让你财富 N 次方。我是雅芳，我是淑贤。好，欢迎今天来宾。首先是我们丰盈投顾的董事长何金城，何董你好。哎，何董你好。好，另外我们要欢迎是亚洲投顾分析师谢宗麟，宗麟好。大家好，宗麟好。好，西班牙分析师陈维泰，维泰好。哎，维泰兄你好，欢迎三位来到现场。那么一开始的话，是不是也来看一下在欧洲市场方面呢？昨天跌回去，今天是不是又怎么样涨回来？差不多了，有些涨回来了。对，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消息。第一个是英国第二季的 GDP 公布0.7%，这个数字是符合市场的预期，而且是连续十个季度都上涨。没错，所以从经济面看来，是不是有力支撑？那另外美国，我们也来看一下美国就是电子盘的部分。其实 FOMC 的利率决策会从今天开始召开，为期2天。那整个结果呢，会在我们台北时间凌晨2点就会知道。那如果说对盘面上的影响，可能是不是礼拜三有一些这个预期，或是礼拜四的盘面呢，大家可以知道这个结果了。没错，期待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消息出现哦。倒是在台北股市的部分率先传出了好消息，至少昨天大跌之后今天出现了反弹。那么反弹里头的话，早盘将近有一个多小时里头还在平盘上下震荡，盘中拉高，结果尾盘至少涨了，涨了25点之多。倒是姐姐你帮我们看一下，在外资券部分连五卖哦，卖超201亿元，管股部分的话还好是连五买，买超有52亿元之多了哈。那么三大法人买卖超里头这个自营商部分昨天看起来大砍，结果今天回补21亿之多，而且在这里头比较特别的地方还是外资圈哦，有一些现货的调节卖超，同时空单又再度加码，现在逼近空单 OI 部分将近是有万口之多。好，不过重点来了，昨天是内资哈，他给一下，对不对？因为在昨天重挫200多点，同时外资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可怕，是大卖的，反而自营商还有在投信部分卡对哇油，对不对？酸，可是今天呢一天。有转变这么快吗？买回来了，那他是觉得说昨天我真的错杀台北股市，这个时候是不是真的有机会哈？这也是投资朋友非常关心，那昨天到底有没有错杀，那到底接下来的一个走势应该怎么来做观察？好，没错，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市场在昨天的部分还有一个就是融资的部分呈现是一个大减的情况，6年半来的一个单日大减的一个最记录。我们来看一下融资狂减再加上负乖离过当，为什么负乖离呢？我们从几个数字先来看一下下，这里头融资大减，从融资的比较里头，当时的万点10014点跌到8553点的话，减幅有14%。结果融资的部分，这个减幅有多少？有22.2%，来到1686亿元的水位。这个水位等于是多少？当时呢，在98年5月新低，当时的话，这个水位只有6500点之多。所以融资大减，筹码相对比较有利。另外一个乖离过大，这个问题就算是一个好消息嘛？我们来看一下日经、陆股。德国股市包含在道琼部分的话，年线趋势向上。如果从乖离的角度来看的话，人家乖离这么多是向上之后这么多，结果韩国年趋势向下，可是人家至少正乖离是 1.2%， 台北股市竟然是一个负乖离，达到多少？有 7.6%。好，刚刚淑贤其实在这个字卡里面带出几个重点，包括就是当我们融资减肥率高过大盘的时候，是不是在过去经验来看有机会做反弹？这第一个，还有跟季线形成负乖离过大的时候，这个跌的深了，是不是真的会弹？所以从技术面这个部分有两个重点，待会请教专家。倒是我们来看到，我们常讲，在怎么样跌过程里面，再怎么整理，业绩是王道。可是我们看到低润的两大跟这个面板两大产业在法说会当中，华尔科跟友达在同年举行法说会，那么第二季财报似乎比较不如预期。The future starts now.微软 Windows 10将在29号全球同步上市，市场预估新版本对硬体规格要求低，又寄出免费升级策略，平均每台 DRAM 用量大减3%到5%，对价格不断下跌的记忆体产业也带来冲击。第三季度看起来，比预期是差一点嘛，应该是会有那个这个存货这个价格会存货还是在消化当中，Seasonal 的这个底面，像你刚刚讲的，新的产品出来，新的 OS 出来，新的不管是那个 Skyline 或者是这 Win 10出来，跟新的机种出来，对第四季度会不会有帮助？我们是观望，我们再继续观望。
华亚科不会言第三季第一任价格不乐观，甚至到第四季也保守看待，第二季财报也不尽理想，营收162.45亿元，税后纯益45.88亿元，创下近八个季度新低，每股盈余0.7块钱。同样不如预期的还有友达。Win10 要到7月底才能够 launch 啊，然后呢，这个部分将造成购买的延迟哈。也同时也会影响到 Back to School 跟下半年的需求。在看不到下半年的曙光之下，友达第二季营收923亿元，税后净利小赚44.3亿元，每股盈余0.47元。外资却在法说会前一天大卖1.7万张，七月以来股价更是大跌21.7%。其实目前面板的景气呢，有一点反转啊。那当然，在总体经济不确定性。再加上欧洲、日本、拉丁美洲国家的币值的贬值的影响，这些都影响到了终端的需求。上半年淡季不淡，但是下半年的旺季啊，应该也不像往年这么旺。友达28号股价在法人回补之下涨幅4.5%，收在11.4块钱。两大产业利空冲击，恐下测票面价。三立新闻徐雄、李轩综合报道。好，在刚刚法说当中的话，担心会不会是一个压力，尤其在双D的族群身上杀了这么凶，但是还好松一口气，今天都出现了反弹哦。那么何董，这个法说当中的几个重点里头，除了这个面板族群友达、华亚科、南亚科、台军跟历程，就是各个产业的龙头指标。一开始我们是不是先请我们的何董帮我们下个评分呢？通通给60分啊，然后加减分这样就好了。为什么60分？为什么？因为现在来到这个位阶了，应该是这样讲。来到这个位阶，如果以友达来讲哈，我们给60分，然后减2分，补考啊。为什么？因为这减2分减在董事长，因为董事长做老实的，不像以前 KY 哈，霸气大。就会去的，老实也未使。老实讲出来，为的是，哎呀，我现在哈已经忘记不忘了，已经由春天跳过夏天，直接到秋天。请问秋天下一个是冬天呢？如果是照这样来讲，如果我是外资的话，我可以杀这个分。但是要不讲冬天呢，一定会来啊。冬天你来秋天循环就是安尼啊，夏天是最旺的，但是未使，因为伊落足深的啊，落足深的，因为跌深吼，有的时候呢，感情上我们要支持他一下。华亚科呢？那华亚科的这嘛是要减2分啊，嘛是58分啊，58啊，这68。哎呦，为什么这样呢？我这样讲哈，这为什么我不？感情上不好意思给不及格，但是为什么？因为华亚科的一个部分呢，他也讲说。再来 ASP 的部分也要减嘛哈，那但是它只有一个比较好的，他说他 2.5D 的这个部分呢，在第四季呢会认证，会通过认证，所以平均售价那边会减。然后它这个资本支出是提高的，它是资本支出是提高，所以也基于是这样的，今天外资是买超，好像买27,900多张。昨天融资减肥，昨天融资减肥前三名就是华亚科嘛，哈，还有画一下现形嘞，好不好？来，那我们看一下分数，大家都看到了哈，德隆总帮我们下分数了，只有最后面的两档是台军跟历程看到是及格的哈，对，来，那我们来看一下，但是呢，从法人的买超的部分呢，从这个形态上来讲，他点了。他常常都干这种事情，每次都做出吞噬的现形。今天其实很多 K 线形态是吞噬的。今天台北股市之所以只有涨25点，是金融股杀的。对，扯后腿啦。金融股杀的。那在这个部分，其实吞噬的现形，它只要开高，其实这个就可以视为低点了。其实危机解除呗。从基本面呢？维基，你马靠天龙，因为顶管业都落个家，已经是他现在赚1.81亿嘛，好歹他也是赚钱啊，哦，对不对？他问你说维基解除了吗？应该是啦，应该是维基应该解除了啦，1.81亿嘛，对吧？哈，那再烂，那两季都不赚钱，好不好？也有1.81亿啊，马伯克林不赚钱，看看旧年，因为这一季只有赚0.7嘛，搞不好下一季赚2毛，再下一季亏1毛。所以未有股票的人，不见得要马上出脱了，马上砍出去了。这个地方不用砍了，这个地方不用砍。因为昨天已经融资大减。对，因为昨天已经有人砍了嘛，对不对？啊，所以人家砍了，你就不用砍，好，就是这样。好，这是华。那我们看一下，友达也要看一下哈，这是咱。台湾也是老虎嘛，我们要讲一下它的形态在这里做震荡。你看这样哈，其实华人有在买超，
法人有在买超，那所以他股价也都低于净值嘛。那他赚，他赚一块啊，赚一块，一共赚一块。那即使从春天到那个秋天秋高气爽，还不至于会赔钱。好，我们希望是这样。第三季他如果不赔钱就不错了哈。那第四季其实也没那么差哦，因为进入十一以后，其实还有一个小波段的需求出来。这段时间当然都比较差。十一那个时候会有一段十一长假。十一现在已经没什么长假了。他们有，我们没有。那也就是说，但是到十一到春节的时阵，这段时。冬天的其实还是有一些需求出来，对，是这样。好，所以刚才是你刚刚讲的是秋天嘛，哈，对，在春天的呢，春天一直都春天的、啊，没有。那我们看台俊哦，这个，那我们看一下这历程，历程是小鲜肉看好的，所以呢，我就一定要给68分了。那其实开玩笑讲的，其实第一季、第二季它是成长的啦。那我们看一下，先看历程，等一下再来看台俊。历程的部分这一次压回来，底下如果有法人，你看一下法人的买超，法人的买超呢，基本上来讲呢，它是买在屋顶上面，也就是说，一边是触顶的顶管哦。那所以。如果法人不砍，那这个位置呢，其实你是比法人的成本还来得低。是，目前为止还没有松动的感觉，是这样，没有太多松动。那我们看到那个台骏，台骏是让我看起来头有点大的。比较，那为什么头也有点大呢？因为他第一季呢赚3.28块，第二季赚1.5块，将近50%的衰退。他那是没衰退，但是讲他讲说，我今年最旺是第四季。对吧？啊，大家看的是展望嘛。那我去看一下，因为这个数字有的时候第二季很多公司的财报都不会非常的好，不是因为他不赚钱，是他提列所谓的员工分红，提列员工的分红，所以他的第二季财报会比较差。而且另外你在配股配息的时候，你又没有全配，所以你又要有那个保留盈余的税，所以你第二季的税就会拉高。这是我要跟大家讲。其实我们看一下3234的光环，如果有把它打出来，其实他也早就讲了。他上次法说会的时候，他说他第二季要提列，你看，哇，帅得鼻青脸肿。他说他提列9200万的员工分红。那所以他说我第二季可能赚不到5毛钱。那你不要看到葡萄王老师这惨了，那是这样嘛？基本的架构是这样，它就摔成这样。可是当然，台骏它今天收涨停板，明天呢？收涨停板来，我们来看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线论线来讲，它今天是破低往上收了。是。那如果以红 K 来讲，你别当，你不能讲说我很好很好，然后明天开出来是这一半以下，就是不行哦。就是红 K 中线，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啦。这也当撸一半，每当弄撸掉，不能这样又把它吞掉了，不行。只能撸到这里，然后再往上。红 K 的一半啊。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欧股又不错，那希望说它是往上开的。其实今天很简单的，我们讲到这个部分，你可以按25的全新，0.7呀、0.7其实又没有很好。但是它今天涨停啊，对不对？好，所以有些股票是因为跌太深，是跌太深的时候它会反映出来。是不是看一下融资的一些变化？就是它对，像这个融资，像这个都是法人买，我们来看一下，对不对？我们就来看台骏好了，不要插到别的地方。融资啊，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台骏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小小买，这是卖嘛。那融资的部分，你来看一下，它融资也是在降的。对啊，你看这个曲线嘛，对不对？你在做，对啊，对，它在这一波融资都是在降。所以今天谈的，不管它是业绩不错，那对他来讲，他讲他总体的展望就大概可以赚10块钱以上嘛。那赚10块钱以上，其实本益比10倍还好。那我们回过头去看它的终端的那个供应商，就是它的软板的上游叫做台鸿啊，8039的台鸿，你去看一下。我们用这样看哦，你就会把产业看得清楚。它股价是这样稳稳的在这里，你看一下它法人，我们看一下法人呢，法人，我看一下法人，你看中啥？没啊。对吧？也就是说，对它的上游，它是在买，就代表说它其实是这个部分应该不至于太差了。那下一个结论好不好？现在在这个部分选股是打筹码战吗？希宝选股到这个地方呢，是要把财报摆在第一个第二个看一下筹码。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有些股票是抄底，有些股票这一个月
七月份才跌四成嘛，是跌四成，它当然就会强弹。嗯，好。如果财报又好，它当然就会强弹。OK， 好，谢谢何董。何董刚刚所强调的是说，财报数是摆第一位，那筹码的话摆在第二位了哈。嗯，接下来的话，当然要看到在明天重要这个法说的行情哦。在法说行情里头，维泰兄一起来看一下，明天有三个重头戏：联电、细品跟 TBK。这会是重点吗？尤其外资宣言报告有两家小摩跟瑞星都点名到 TPK。好，我想这个礼拜啊，大概法说会是陆陆续续召开。对。那么主要是集中在半导体跟电信，再加上面板的部分。嗯。那再加上有一点点这个所谓 IC 设计，都是在这个礼拜的一个重头大戏。那所以大家比较关心，当然就是在整个半导体族群，尤其是在联电跟细品的一个部分。嗯。不过这两个个股的部分来讲，最近其实法人似乎并不是非常的捧场。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法人，真的联电啊，最近看起来是出现持续的一个卖超动作，好，那细品也是在这边持续进行卖超，所以如果说再加上日月光的话，我特别看日月光，日月光最近其实也是内外资都同步站在卖方，好，那我想说，其实站在法说会的一个立场来看的话，有一些跟公司可能关系比较好的，或者是研究比较深的一些法人，他们其实都多多少少都会嗅到一点点这个法说会他可能会释放出来的一个讯息，尤其在之前半导体的教父。张忠谋先生有提到说，在今年下半年是表现比较平淡，所以现在大家都针对这半导体族群看起来是比较没有这么样有信心。好，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其实在这个刚刚看到那个市场市卡分来看，虽然说联电跟细品，联电是认为说它第二下半年会比较保守，好，那么细品是认为在这个今年的下半年会出现这个回温的一个动作，但是我个人认为从目前的整个筹码的表现来看，其实大家对于这次的一个法说会所释放出来的消息，其实应该算是中性看待。好，不需要去太过度乐观。好，那除了这两个这个股之外，像这瓶盖的部分量 TPK， 今天是有看到瑞信，还有像摩根大通，好，有针对 TPK 有去进行这种看好的一个这个言论的一个释出。是。那目前看起来，其实法人其实针对 TPK 啊，也在边有稍微去进行一点点的买超动作。那我们来看一下在 TPK 最近的一个股价表现。好了，好。TPK 其实最近的一个股价表现一样哈，跟着大盘这里往下去做一个回跌动作。不过它在跌下跌过程当中，并没有说像刚刚不管是这个所谓的台骏或是怎么样，他们出现这种带量长黑，并没有，它是属于缓跌的架构。那缓跌架构其实只要有办法出现连续性的一个攻击的话，那基本上我想它的一个股价就有机会去进行这个筑底。对，就今天就倒是也要看法人动态，外资在这个地方有没有雪中送炭哈、哦。嗯，好，刚刚提到说像瑞信啊，或者是在这个摩根大通都要提出看好的言论，可是我们说这个听其言，观其行，对不对？他说一套，会不会另外一套呢？我们看一下，口是心非啦。对，是吗呢？嗯，最近这五天，我们去看一下最近这五天啊，这个瑞信哦，它的一个这个我们所谓的券商进出，哦、结果。一直在买方那边找不到、哦、嗯哼，结果没想到在卖方那边找到，卖方很差，但是卖是比较前两天卖的比较大一点啊，对，前两天卖比较大、嗯、在这边、哦、在前两天卖的比较大、嗯、当时可能因为市场上面的一个氛围是比较差啦、嗯哼哦、但是如果说在接下来我们看到明天或者是后天再给他一点机会、嗯、对，他有没有把这边卖掉把它买回来，如果有的话、嗯、那我们就相信他的一个理论是真的、嗯、但否则如果说没有看到他进行这种大幅度买超的话，我个人认为说在整个这种所谓的一个法人的言论来看的话、嗯，大概就属于中性来看待就可以。是，维泰，像在看到这个三档股票里头，你最相对比较看好 TPK 吗？还是说法说行情前戏里头有没有什么特别可以嗅到这种嗅觉或者观察重点呢？好问题哈、哦，因为通常我们以前在这个跑公司的时候，其实确实啊，你跟公司感情比较好的时候，你大概会得到一点点比较特殊的一个讯息。那一般投资人朋友没有不像法人有办法去拜访公司，要怎么办？其实跟大家有三个指标、嗯，第一个就是外资买卖超。如果说这个有好消息的话，其实有一些外资，也就是外资的那个法人的部分来讲，确实有可能会领先拿到第一手消息。好，那么第二个，除了这个法人有机会拿到第一手消息之外呢，其实公司派大股东他也有可能会看得到，就是相关的财报讯息嘛，对不对？好，第三个就是如果说这个所谓的财报或者是法说会的一个所释放出来的消息可能不是特别的好的话，可能在融资融券的部分会有变化。嗯，还记得在这个宏达电的法说会股东会前夕吗？我都发现到其实它的一个融券有出现大幅度的暴增。暴增，对，当时不是说要查到底是谁在避规避拐？嘿，好，那时候这就交给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主管机关去做一个调查，我们就不用再多说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本周哈。本周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法说会，那我特别关注到一档，
它比较特殊，就是第一个，像刚刚的这个联电啊，哈，细品都是外资一直在卖嘛。那这一档同样是属于半导体，但是它是属于上游的设备厂的，不像汉维科，我们股汉维科最近呢，发现到外资偷偷在低档怎么样去进行布局。哇，这一波从2000多摔下来，差到1000摔得蛮重嘞。对，而且呢，可能会是现在利空消息不断的情况之下，它竟然开始在偷偷的买。对，竟然偷偷的买哈、嗯。好，利空消息不断情况之下呢，投信有在卖，可是投信在卖的过程当中，股价有没有在持续往下，在做持续的这一个严重的下挫，其实并没有。可是其实它的一个筹码应该是有人在那边去做有个收掉动作，所以特别再去 check 一下，就是说在大户的部分，就没有想到啊，大户的一个持股比例在400张以上的大户，竟然连续3周，好、哦，它的一个持股比例是往上做增加。换句话说，这边来讲就是投信它就卖出去的筹码被外资跟部分的一个业内主力就被接走了。嗯，好、哦，所以在这种目前的筹码的表现情况之下，其实可以多多少少预期一下，说这一次啊，7月31号汉维科的法说会，其实是有可能会释放出好的消息。嗯，好。好，非常谢谢维泰。对，甚至在维泰谈话当中的话，也符合刚刚姐姐所讲到的话，哎，这个筹码的追踪会是一个重点的、啊、哈。嗯，然后接下来的话，要请我们中年部分来帮我们看一下。好，在这个错杀急差里头，是不是如何寻找说有基本面优势，而且被错杀，而且被低估的股票，是不是就有机会呢？好，我们必须要先知道这个错杀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嗯，什么叫错杀？今天不是说股票跌就错杀、哦？对，宏达电从1000块跌到100块叫错杀吗？啊，好像不是嘛。那1337之前业绩好的时候，大家觉得错杀啊？对啊，现在后来知道说原来业绩没那么好嘛，或者说像1337再生，这个从100块跌到现在不到10几块，我说也是10几块，这个叫错杀吗？这个感觉不叫错杀。错杀我给它定义是：公司第一个有赚钱，基本面 OK， 然后大股东是没有卖的哦，没有偷跑，不是说啊行情不好啊，我行没卖嘞，没卖这错杀没有这种、就是、大股东没卖，小股东没卖，哦，或者筹码稳定，公司有赚钱、哦，然后呢是谁杀的？是公司杀的，或是什么，或是法人被迫停损杀出来的，这叫错杀。嗯，好，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哦，有几档股票我认为是可以留意的，比如说第一档啊、嗯，比如说像神机，我认为可以留意。大盘跟我们陆股是有点联动嘛，那陆股跟大盘是什么时候开始往下掉？6月初对不对？我们就有六月初的第一个礼拜，端午节那时候开始跌最凶了。对，就是从六月初那个地方来开始看。以神机来讲，在6月5号公布的那一天的股权分散表里面，它的我们讲400张以上，400张以上，它的股权有66.75%。到昨天，因为上礼拜五结束嘛，昨天有公布最新的哦，昨天公布最新多少？68.98%。66.68%增加、欸，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它在这里的时候是66，对，到这边是68哦。然后呢，然后你看那个我下面把它放成投信，放投信，因为这一段是往下掉，它跌得很慢。投信之前这边都还，投信之前都没有卖嘛。有没有都没卖，就是有买，然后都没卖。哦、到昨天跟今天这个地方才在出，所以大股东买的话，你投信面要多，要继续增加。有就是这个地方是，因为昨天才开始砍出来，那昨天这个地方就是被迫停损嘛，因为很多风控党都说啊，这盘没晒，进来装波倒啊，装波倒就倒出来，啊倒出来变哪呢？所以这个是之前不砍，现在才在砍，那砍上来又收了一个这个什么吞噬嘛，所以这个才叫哎、欸，这才叫错杀哦。那要错杀的话，今年以配股来讲，它配1.3嘛。那、啊、配1.3还没配，那、啊、现在21块，这个殖利率几趴？6%的殖利率呢？那6%殖利率，去年赚1.5，今年第一季赚0.6，你0.68乘以4的话，今年赚2块，好不好？2块，这个本益比都不高。那、本益比不高的话，如果说投、因为它的股权实在是往上增加，所以往上增加，你可以想想看，为什么大盘这么烂，它股价在跌，它还敢增加持股？这个后面应该是业绩不错才会这样子。所以第一档错杀股，我认为神机这部分可以留意。对，那再来是自身。自身这一档股权也是非常稳，如果说以400张以上做最新公布的，昨天公布的400张以上有78.30%，这持股比例很高哎，1000张以上有68.3%，这种超过50%的，其实你都要想说这种股权一定是非常集中。然后呢，他后天要除息，可能这边是有气息卖压了，因为要除息，可能大家不想缴税之类的，他的息有1.8，1.8你除以今天的这个股价，哎，这个也有5%哎，有5%的殖利率哎、那5%的殖利率的话，他做什么的？他做镜头模组，对不对？大力光做什么的？镜头。他跟他走了。对，就是我大力光，他跟大力光拿镜头啊，镜头做成模组，然后呢卖给中国大陆的，比如说像什么小米啊那些。然后第三季因为有 iPhone 要出来，那 iPhone 要出来可能稍微冷一点，但是呢，高价手机可能稍微冷一点、但是中低价其实没什么影响。所以如果说以这张股票来看，其实它也没什么跌到，跌得很慢，所以这次也是错杀。好，这两次都错杀。好，再看下一支1440的南纺。这一支我就觉得它不太像是错杀，它的股权很稳，
很稳。那稳到什么程度？几乎是都不会动了、啊，就是都8几%。像这种股票，我认为其实就是股票都在谁手上？我们之前曾经讲过，像这种长期投资的，比如什么龙岩啊什么的，全都都在大股东手上，都80几%，80几%股权，然后呢，他也不卖，也不会买，然后每个礼拜公布的都是不会动，不会动，不会动，像先教徒，还每条赶快叮，都不会动。而且不会动的话，其实像这种股票，如果说手动有的话，其实不用理它。那如果说以纺织类来看，其实纺织的主角不是它，因为它做什么的？它做纺纱的啦。现在的纺织都长什么？长那个机能性啊，然后尼龙加工、那个聚酯加工都长那些，然后它不是做这个的，所以呢，它都没表现。但是这个公司，台南邦的南纺嘛，台南邦的会不会倒？伊嘛未倒，啊，不过也大起呗。它的主角都不是一样，所以像这种股票是很稳的。那很稳的话，其实这一段跌下来，我认为后面可能会慢慢涨上去的，因为它有 TPP 的概念。如果说这个概念是有发酵的话，是有机会涨。但是其实因为它太多转投资的什么什么梦时代啊、南地黑龙五啊、南地改到跌停板，所以在标短线上，我认为不太会有表现。那我们看那下一支，我认为不是错杀的国硕。这一次我认为不是错杀。嗯，我们刚一开始是不是跟大家讲错杀的理由是有赚钱嘛？然后大股东没有跑，大股东没有跑。嗯，啊，如果大股东有跑呢？感觉就不像错杀了。其实像比如说像这一支，这为什么会跌成这样子？跌40%。嗯，之前在讲那个生技的时候，它也很涨很凶啊。但是呢，这大股东卖很凶哎。嗯，你涨很凶，大股东很慢，变性也悲啊。甚至像那个6214的金城，这个也是从6月初开始，大股东都是拼命的减码持股的。所以像这种跌下来。这个你说他是错杀，我不太相信他是错杀，因为大股东一直卖嘛。那有没有赚钱，我不知道。就是公司到底体质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大股东卖得很凶，所以大股东一直卖，我觉得不是错杀。那我们回到那个国硕这个部分，因为昨天有公布，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投资的方法，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像这种，比如说以国硕来讲，我们上礼拜是不是讲到一个投资观念，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嘛，对不对？嗯。你也是要做太阳能，你要做多一支，你顶礼拜讲的6244茂迪嘛。嗯。茂迪，你看到目前的现形，倒包的喽。大盘是跌破了7月9号的8500点哦，但是呢，哎，为什么它没有掉下来？嗯，股票在谁手上嘛？法人没有跑，然后你看投信有没有跑？投信嘛不造，然后它的融资在递减，对，融资在递减，然后它的股权结构基本上是一路往上拉，所以这个叫筹码集中，是有筹码集中效果才会这样子。啊，如果说以这个角度我们来看茂迪，比如说哎，大家都同样的太阳能，都要同样的太阳能，如果说以那个国硕来看。国硕的400站上大股东，30.64%，其实是快不及格了呢。1000张多少？21.74%。1000张，我的看法了，1000张以上基本上要多少才合格？30%。你看好你公司，你公司的大股东，如果说你看好的话，你连30%的股权都没有的话，你说他要多涨？好，我现在不太相信。所以你看那个以太阳能来讲，一直在天上，一直创新低。其实我认为这个就是。投资上的方法的差别，所以像这个，我认为它的大股东是往下掉的，1000张不到30%，所以这个我认为不是错杀。所以你的结论，这一档不是错杀，对，它不是错杀。所以如果说要选的话，要选那种像被错杀，对，被错杀的，这个是要分别的。对，好，先谢谢钟麟哦。事实上，这些是有些被错杀的股票要特别留心到哈。到时我们休息一下，回到节目现场，另外锁定了一个焦点部分的话，要告诉大家，融资断头压力、融资警报还没有完全解除哦。我们到底该如何面对？我们休息，再回到节目现场。